直立撑起助行器，小于一岁多就被诊断出罹患脊髓肌肉萎缩症，一年光药费就要920万，负担不起的天价，小于转向中国求助，自费仅约60万元，并有几乎健保扩大给付。健保署证实，一款治疗脊髓肌肉萎缩症的基因治疗药物诺健身，八月起纳入健保给付。那因为它其实单价蛮高，所以我们有限缩在6个月内的小孩。对，我们就先从最有效的小朋友开始。单价多高？诺健身一剂要价台币4900万，堪比台北市一栋豪宅，被称为全球最贵药物。药物注入患者体内后，有效基因会取代掉缺陷基因，而且号称一剂终身有效。不过给付条件设定，出生6个月内带有基因突变，而且针对 SMA 健保给付的三种药物只能三择一，并有担心失去换药机会，给付门槛窄，看得到吃不到。那但是因为这个药物目前追踪大概追踪8年嘛，所以是不是真的终身有效，也还要在后续再继续了解，一步一步来嘛。对，是经费有限。健保署评估，诺健身纳保后初期一年有8人受惠，而健保已给付的2种药品约200人受惠。不过病团统计，还没药送健保审核到纳入给付，平均要花30个月以上。癌症新药平均要花787天，时程过长，许多病友等不到新药就病逝。健保署也有说他们目标是希望在将就是他们的流程在尽量的去缩短大概4个月的时间，这样。健保署有心加速新药纳健保，但病团呼吁决策过程病友只能列席，较难表达意见，应该纳入病友用药经验，实质发挥影响力。近新闻刘信黄品汉采访到。下载近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